台词依然是一二三，来准备 ，Action！ 一、二、三。我的叉烧包嘞！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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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举手了，投降。他好的地方就是一跟二中间，其实他的戏没有断，所以反而是更想知道，哎，后面会怎样？对，有这个气场在。嗯，而且他有设计手部的小动作，抠手表示我没有在意，但是你必须看我。哎对，这种小动作是不是、嗯、这个设计很好，我结果最后还有个反转，是我的叉烧包嘞，其实只是在等菜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挑战，也请我们阿文姐跟翔哥来帮我们做一个评判。我们会给大家一句大家在这个大玩具当中非常经典的台词，然后呢用我们的 VVS 十二手机呢现场创作一个配图，然后我们看看哪一组更有想法更有创意来表达这句台词。台词就是，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啦。我们要请艾达和祖儿来创作，好不好？分别拍，你们可以邀请你们的模特在这个环境当中来创作。你想拍谁？我当然是跟我纯儿来，流一点眼泪也要笑。哦，那给我一点时间呗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会觉得更难吗？哦，我懂了，等我一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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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一张照片啊，来。对，我要的就是那种效果。好像眼神演了一整个故事。那做人呢，最重要就是开心。有了有了，笑中带泪。哇！好，哇，谢谢你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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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泪水眼睛里。